把生活想成诗，让心灵更舒适。欢迎收看 Ariel 聊心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Ariel。不知道呢，各位是不是难以抵抗这种转蛋的魔力？而且台湾人又有一个习性，赌性坚强，这是怎么成因的？如何戒除这样的习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首先呢，赌博这件事会成瘾，其实跟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是不是我们最终是为了赢到钱？夹娃娃是为了夹到那一只娃娃，乐透是为了最后的大奖，可能会以为是获得东西，我们就会停止这个行为。你要想一件事，今天你去夹娃娃机台，他们都会跟你说保底350。请问，难道350你自己拿你的现金去虾皮上或是去购物商场上，难道你买不到一只更好看的娃娃吗？其实你是买得到的，哎，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娃娃，有时候那个成品只是附加价值，更重要的是你在享受拉霸机拉下去那一刹那，刮刮乐开始刮的那一刹那，对那个过程中的快感，你就会觉得说哇，太刺激了吧！当你享受这种刺激而毫不自觉的时候，赌徒心理就是这样产生的哦。如果今天我们开始输钱，开始输钱，开始输钱，开始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开始没有期待了。然后当你某一次赢钱，或者是突然夹到娃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surprise， 哇，太开心了吧！本身的那个期待感是让我们容易有赌徒心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很多人会不期不待，不受伤害？这个赌徒心理真的是坏事吗？我要改吗？其实每一场的赌局你都要意识到它是独立事件。什么叫独立事件？就是你每次去做这个行为，它的结果一定就是50-50，不会因为你前面连续输好几场，等一下你就会有 surprise， 好像很多钱掉下来一样，不会。这就很像是一个号码都没出，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下一期一定是出这支，它就是名牌，我跟你讲，不知道哪里来的概念。或者是你抽一番赏抽一抽，你就想说每次都是 F 奖，等一下我就一定有 A 奖了，不会跟你几次之后他的行为有关。所以当我们开始已经赌到就是废寝忘食啊，所有的你的生活开销都已经拿去应付这个你想要去赌的这件事情，我就会说这叫本末倒置哦，可能就不建议。但是如果你每一次赌的过程中是你很清楚知道你的行为目的就是专属佛娱乐，那当然 OK 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先去判断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再者再去思考到 Ariel 刚刚讲的每一个赌局都是独立事件这件事你有没有很清楚。如果有的话，做的这样行为就是当娱乐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哦。提到以下的状况你有符合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去找专业协助。比如说你知道这样签下去可能你等一下的饭钱就是要没有了，你等一下的房租就是要没有了，你还是拿下去赌。第二个，家人叫你不要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难以克制你的行为，你觉得听了很不舒服，甚至你也无法控制。第三个，你自己开始想要控制了，可是你发现你开始坐立难安啊，情绪易怒啊，甚至是你知道你等一下如果没有办法去买这个刮刮乐，或是没有办法去抽这个一番赏，你就觉得好像全身心跳加快，胸口变闷，然后整个人焦躁，然后谁叫你都不爽，这样子旁边的狗吠一声你也真的很不舒服，所有事情都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容易起伏了哦，那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亲友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务必要做的就是陪伴。陪伴的意思不是劝他不要去赌，我想他自己当事者他也很痛苦，我们能够做的是去意识到他的生活中的所有快乐是不是剩下赌博这件事，他生命中所有的意义跟他有觉得感到幸福的事情是不是其实完全都没有了，只剩赌博这件事。他是一个非常快速可以感受到快感的一件事，但是快感跟快乐其实是不一样的，快感是会成瘾的，它当下只是一种很强烈的刺激感受，可是快乐是不会随着时间而不见的，快乐才是这个人需要有的。你可以带他的是去哪里，去离开现场。什么叫离开现场？不要有赌的地方哦，不要再去乐透店，我们可以去大自然，我们可以去一些比较清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一些跟环境接触比较容易打开我们感官的地方，让他去接受到你的陪伴。你自己就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得要省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开始成瘾，检视自己的目的。我想慢慢的你就能够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跟你身旁重要的人去分享这一段。必要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还是影响很大，还是务必寻求专业身心科的求助哦。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兴奋跟快乐，甚至有幸福感的感觉。刮的过程中跟你最后抽那个大奖的时候，这些过程其实是我们多巴胺最浓密的时候。这边最终要跟大家讲，之前有拍过一集叫做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真的非常重要哦，大家赶快观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个娱乐性里面没有给自己设一个定时定额，比如说一个月1000块，这1000块不管你是要拿去哪里，你要去玩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这些钱有可能全部都不见，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玩具也没有，都没有，你可以接受，那就是这个额度。当你不小心翻盘赚了2000块，一减就想说我再投入2000，哎，等一下，心理账户的金额是1000，就是1000，这就是见好就收。所以你必须用心理账户让你自己有明确的账户规范，所以你就会卡在那里说啊，没办法，就是没了，不然就等下个月时间到有钱进来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行为。就真实的快乐，其实某个部分是需要你慢慢去建立的，而不是在这种快感中去建立。这个只是人生的小确幸，而不是你主要快乐的来源。如果你可以辨识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小确幸就能增添你生活中很多的乐趣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喽，拜拜。你的手机拿走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